带你们去一个你们没去过的地方哦。真的？嗯，雪山尖山口。真的？爸爸妈妈妈以前也去过一次嘞，爸爸还没有自己开上去过嘞。海拔比较高，要走慢一点，不然你会喘不过气。对。啊，妈妈，我已经有点，走慢一点好不好？慢慢走。恭喜小猫咪！恭喜姐姐！再转一下。看自然图，对。你选两个，头入后转360度，到樱花沟龙龟跟那个。这个都有的，这个设计用亚克力把包住，不会氧化，它还会包住。亚克力可以包住。它是转我们转进去的硬币，还是另外在？没有，这个是已经做好了。已经做哦，类似年代那个哦，对对对。自己做的那很粗糙哦，对对对。恭喜你到了海拔2140啊，这是你第一次最高的地方吗？三、二、好，猫咪来。可以吗？割破了。谢谢。还有本木架。来给我。我想要录。喊你们过去。等一下再给你。他这边进来好像要登机哦。他们去爬雪山的，他们都有那个去那个登记才能进，才能去爬雪山。这样才能知道回来的是有谁。对，才能知道有没有人还没有出来。然后这边有的水池很漂亮。哇！然后你们一起拍进去来。水池。嗯。传说中的水池，爸爸以前也没，爸爸以前上来也没有走过来这边看过。三、二，你怎么呼吸？每一只。好。我先进里面休息。原来有楼梯。山里会有的，那猴子好怪哦。我是山的。可是我觉得不。
已经在运动场，你最喜欢什么？攀岩。在运动场，我最喜欢的答案是什么？答案是什么？就是躺下比较舒服。对啊，各开各的车。快来，皮蛋鸡呀！你看啊，放在这边录影哦。开镜。哔。上最高海拔。都黑了，喵喵喵喵喵喵喵，现场看都黑了。上次来这里登山口是2006年，我们已经14年没有上来这里过了。所以妈妈当时30岁了。36年了，30岁这么年轻啊！30岁我还没有生你们两个。这3点前还可以去什么地方啊？很多地方啊，攀岩啊。